大家好，我是大龙。今天又放假了，这一个礼拜怎么过得这么快啊？不知道。爸爸，我要给你个东西。什么东西啊？哇，这什么呀？哇，这什么？父亲节快乐。谢谢。这是你做的吗？嗯。今天什么节日呀？不是离母亲节还有三天。赶紧来给爸亲一口。我先。快点。嗯，再来坐好，我们准备回家了。天都黑了，赶紧回家吃饭。奶奶，奶奶，咋滚？哎呀，你把装了，做啥事情我一点着了，你把了，装进去了是吧？呆了，我是呆个呆。豆豆，记得把小花鱼吃了。今天啥饭上？火锅。火锅。俺说的就改善伙食。嗯，是啥炒上？啥菜上？滚菜，滚炒。今天晚上的饭菜就好了，我们要干饭了。今天买了点这个手擀粉，没有来得及泡我们自己的粉，下入锅内。今天晚上要下雨，所以说明天这两天我们的樱桃又无法采摘了，下雨了就没法采摘。今天下了点雨，今天晚上夜间还要下雨，我们就这两天就休息一下，两天以后口感更哇塞，让它在树上再多长两天。哎，你兄弟结婚是啥节日啊？不知道。父亲节。我给你画了一幅画。嗯。送给你。笑什么？请严肃一点。是我的。嗯，你不是给我了吗？我给你爷爷，这不是刚合适吗？那你开始啊。看看那娃穿的鞋子。哎呦，看好。看我这个手。娃给你做了个蛋糕，你知道吗？三层蛋糕。好。父亲节快乐！喜欢这么厚的节日，给你倒一盏。飞儿，嗯，来给爷爷倒酒。嗯，拿好。这啥酒？你自己看一下啊，等一下。你给我们说出来，大声的说。哎，怎么倒不出来了？哎吼！搞笑了。为什么娃他每次倒酒都要露出来一些？那喝了干净。啊，太巧了。不，你看我。这豆腐。今天在玉都几点了吗？快点四点了。早起四点。嗯。那就搁不搁要他。四点钟要下的好有鞋子，都有好鞋子，中国。
你现在是九十厘米子，九十五十厘米子，四十米长。爸爸，我要给他一个父亲节的礼物。音乐走起。有神奇。